这个你这喝了不少鲫鱼汤吧？鸡肉，鸡肉，真好。这什么鲫鱼汤？家里孩子都是你带大的吧？我觉得我们的队长呢，非常的能干。嗯，他能够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。嗯，这样，250我得，事儿你挑，好不好？好 ，OK。好，放心。嗯，那边这俩250这是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别走，别走，把话筒给我。好了，现在可以走了啊，啊，哎，拿回来。待会儿人家得说话呢啊。嗯，好极了，您想好了吗？我做好了一切准备哟。给家打了电话了吗？不用啊，我肯定表现的比您想象的还要出色。可能回不去了，真想好了是吧？我就没打算回去。让我再看你一眼。太好了，行了，我们用掌声鼓励一下。谢谢龙队长，真是巾帼英雄啊，太棒了啊。那么胖子这边选出一位来，我们要问问瘦子这边到底何人参赛。来，有请队长。吴琼，你胆大吗？我还一般，不是很胆大。心亮呢？大。哎呦，我没问你声音大不大啊。胆儿我也挺大。真的呀，好极了。接下来这个环节需要队长参赛，你们做好准备了吗？怎么样？是这样的，郭老师，本来呢，嗯，我有想法，作为队长一定要替瘦子队担当责任，对对对，我来比。但是他们队今天出了一个貌似很金刚的人，那我觉得这个环节我们的副队长你就要来，刚好演一出戏叫美女与野兽。武琼，我来。哎，对，你这叫交友不慎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哎，平常咱俩关系不错，这也好几年的交情了。就是，正因为关系不错，他出卖别人他才舍不得呢。对啊，哎，你这么了解我？我太了解你了，吴琼，你想好了没有？你不知道你会面临什么样的考验。现在说，一切都来得及。可是，如果我不参加的话，他们就250了。对。然后我们就不，我也是没有250。我也徐娜老师，250名我担，事儿你做。太好了，行不行？我非常高兴啊！出现了两个250，这太棒了。啊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可以吗？这样我没事，我待会儿回去先把卡号给我爸给我妈留一下。你可以回去休息了啊。好。